政府推出零加三入境检疫政策之后，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五就喺例行更新嘅新闻稿中公布，因应本地疫情渐趋稳定，下个星期日起暂停每日嘅疫情记者会，改以新闻稿公布每日疫情嘅资讯。市民每日下昼四点半见到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以及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将会再次退回幕后。 星期六下午嘅疫情记者会将会系暂停前最后嘅一次。